上网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小学上网吧，以前不要身份证啊，黑网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没有我小学的上网吧，我跟你说，就没有你们今天这个游戏天才猴哥。比如英雄联盟就会少了一位奇才。越是梦想无限，帮你打个野。为什么这野打我呀？兄弟，你先往里进。我要是往里进了肯定是不行，你先进。比如没有人可以。这双靴子颜色差点血。A 接一个比如呀，大刀甩啊，比如一枪，哎呀，扣到我了。这女警嘛，射程比较远，我们500射程，二级就可以干啊。先补会儿刀，好，要杀就得杀女警，先突突突，比如接平 A， 再 A 一下，接个加血 A， 闪现一 Q 二练 A， 一刀穿过来点一下。确实没死，啊，我知道他双招了，肯 Q 二试一试，等人死了的，等人死了我们可以肯 Q 二，比如。比如一锤十，回家吧，这波回去了，兄弟。我上一个爱人觉得我太乖巧，这难道是等布隆死了的完事儿，我们再扔他。我补个刀不香吗？我这扔金币的时候，我补个刀多香啊！我干哈？我撇他一块钱呢？哎，这英雄有语音了。我只听我自己的。德莱厄斯，他是洛克萨斯人呢。有中文语音了。都可能成为女王。他是东北人，放屁，他连东北话都不会说，东北人。大家老和我说生活安定最好，呵呵，可那不是我的性子。比如能勾着不？只需要一只眼。比如平 A， 再比如，再比如，要是能给我过去的经历当头一枪，该有多好！哎呦我操！
突突突，比如他俩太猥琐了，他俩都不打，这才够刺激。要不要来个纹身庆祝一下？来一下，勾他，突突突 ，Q A 接 W 接平 A 接一过来接平 A 接一锤死走，彪，真蠢，终于开打了，终于开打了，可不容易，确实终于开打了，彪。挨一下，再挨一下，接个别挨一接一走，溜了，一 Q 耳链没用，比如一枪 A E 过来接 W， 哎呀我操，没有任何的操作呀，这把没带七定神弦，哎呀可惜了，这把七定神弦没带，没有任何的操作，直接把我一个平 A 加长剑，枪配上刀，就跟做红花配米饭一样完美。比如，我生在舒瑞玛，长在诺克萨斯，要是我最后死在了德玛西亚，岂不是很有意思？哼。老念地里面地名了，这彪，彪，彪 A 再 A 突突突再 A W， 彪一过来接点炎，没有点炎，我接加血，划了一刀 A 一过来接一枪平 A， 一 Q 耳裂。好几天没玩的英雄了，有点生疏了，说实话。生活很简单，拔枪变兽，不然就坐等凑合。加点攻速。捡灯笼。淑女在诺克萨斯是活不下去的。扯个塔皮撤，兄弟，我们来一个西兰刀，我已经无敌了。对别人来说，我不用谋生，杀生就够了。对，近战就是刀，远程就是枪，自己切换。从小我妈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死亡，自我识别。但是这种吧，就很容易有 bug， 这英雄你知道吧？我来了，给我上，突突突，彪，给接我一下，你太慢了，接我一下，美女野兽，可以杀呀，这，别急啊，等我把线推过去。突突突 ！A 一过来，死了。这死的有点快呀，这。要您这个身份，让我吸取了无穷的力量。比如 ，A 接比如 ，A 接比如接 A 一过来 A 一下。
点灯笼，这大招不用白不用啊！完全没有歉意，交给我吧。看塔能不能拆了，把他一塔给他拆了。这万豪怎么出个蓝切呀？优点嘛，我是有的。你问缺点，那就更多了。大招没吸地，没有吸地。大招有没有吸地其实无所谓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用得出来。我最在乎的就是我的战团和家人，排名两件套，要看谁更让我心烦。这把王翦气定神闲了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坚持住，兄弟们！给个加血，哎，一 Q 耳链，接 W 接一过来，接一个 Q。油飞升者以为我的同胞是他们的工具，大错特错了。一口耳链 W 打个蓝 buff， 不带气定神闲蓝还是不太够用。你确定你能抢得过我吗？你直接给他比如死了，直接让我给比如死了，没用的，杀我，有点退学位，这个点炎有点讨人厌啊，这个点炎。让我们来个火炮。E 可以穿墙吗？可以啊，始终还是个 ADC 呀、啊，不太行啊这。先生们，还有其他人，小心了！沙米拉回来了。沙米拉进行一次射击，对命中的敌人造成170点物理伤害。如果近距离攻击一个敌人，会转为他的剑，造成170点物理伤害。这他妈有什么用这？都是170，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所以我们很合得来。这波没捡灯笼，这波捡灯笼简直是无敌。灯笼没捡出来，开R能用 E， 我知道啊，但每回不是忘了就是卡了，老没用出来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Rampage. 投降了。哎呀。
仨人刷一，你不也走？别逼逼了，就像你玩的时候能玩多好似的，怎么你国服？